那很多的花友呢喜欢看一些个绿叶的比较上档次的有那种感觉的，那这个就是了，这个叫吉姆蕨，去年的时候这么一盆的话卖到40块钱，那今年呢就便宜很多了，今年就25块钱就可以给大家搞定了。有人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老花姨自己布局生产了，给大家养了一批，当然了是委托我们合作伙伴去养的，没有亲自去养，给大家检查一下质量，已经达到了老花姨的出货标准，就是满满的根系，看到没，满满当当。这个呢回去以后就可以换盆了。有的话说怎么养光照这一块呢，大家不需要给很多，就是有散射光就够的，摸一摸盆土，干了就浇水，不干的话就别浇，别不要强光暴晒。有的花友说老花姨为什么我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它后面会长这种东西啊，这是它的一个孢子，看到了吗，啊，这个它不影响，它在叶子背面，你就看正面是完全 OK 没问题的。有的花友说老花姨这个怎么繁殖，它是往大了长，它是一丛一丛的，它越长越大，你可以每年就给它更换大盆，明白了吗，臭宝？它全年几乎是不落叶不黄叶不生病的，很好养。在一些个比较高端的酒店吧，你比方说像维也纳了，像一些个那种汉庭了，比那更高端的一些个呢，你都能见到它的这种身影，还米其林餐厅这种，这个呢非常的哇塞。有的话说老阿姨怕冷吗，还是有点怕冷的，低于0度它就冻得发黑了，尽量的维持在5度以上就没什么问题了，比较好养也比较哇塞，没什么病害，价格也便宜，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啊。老花以后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的养花知识，我是老花一养花最专业，拜了臭宝，嗨。